哇！哎呀，吃点饭也吃不安生。你辞职吧。呀呀，咋子？喝了块面的，还没面他。我要能吃顿安生饭。能干还能就不推荐，考不差就能干大一点。哎呦哎呦哎呦！不吃，我就笑。啊。我们悠悠也出来看姑母啦，奶奶说这是你们的姑母。姑母了你？这奶奶说的。啊你啊，可以不光说的啊你啊。那谁说的？上次奶奶就说这是她的姑母。啊你啊，看给你。这是在农村，韩国的山村。这边都是山，然后前边是海，这边我们是住在山上。嗯。嗯。啊，就暗很的。哇，好暖和呀。야덥다이거물이벗어라이거에이没事给他带着吧덥다니까어요요요요요不能拍了非得要去摸那个狗你可别摸它哈不摸它不愿意강아지앙한데这狗앙앙你过去它咬你哈张师啊张师啊不能过去。过去他咬你过去他咬你。哎哎哎哎哎看见两个小朋友。自己走非得自己走不让我领。自己走吧你俩。看张师安回来看看我。张师安你的袖子啊妈给你弄一下来。走。看见两个小孩爬坡了，看厉害吧？第一次自己爬坡，哎呦，摔倒了，爬起来。这个是在山上，风景也很好。这是到我们大家呀！哇，你们才两个吧，媳妇？见到一个奶奶。어제왔어요认识婆婆，村里的都认识。그래어디가니우리놀러가나봐아니지금산책중이에요아배부터바람쐬주러갔지예아이고쌍둥이왜이렇게안는거했더니네네推着走了내행안가좀해인가태인주고내태인주고一听我们是从那个地哪个地方来的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说婆婆的名字，说是不是婆婆的儿子啊，估计是知道生双胞胎了。看奶奶高兴的，是奶奶一个村里的，把村里的人都认识，高兴的把悠悠推走了。这奶奶我们不认识她啊，奶奶家在这里都认识奶奶，说是菊溪的孙子。又见一个奶奶，说菊溪的儿子，菊溪的孙子，站到一溜，一会儿爸爸啊，弄着啊，张成宇啊，哎呀，奶奶在旁边晒太阳呢，走啊，欧巴，现，哎呦，哎呀，这次去奶奶家做客了，哎呀。一听说是菊溪婆婆的孙子，哎呀，你看到奶奶家了，哎呀，这奶奶家很好啊，把悠悠推到小车里了。他早就听说菊溪的两个孙子了，这次终于见到了。这奶奶家里可真好啊，你看看这电话，这健身器材，这装饰，这都不像在农村里的感觉。你看，哎呀，我的天哪，这装修的可真好啊。那边还有一个房间，我们不能拍了，你看看，还有健身器材，哎呀，被邀请到他们家来做客了。陈师兄，我们不能动奶奶的东西哈。哎呀，你看这大衣柜，一看就不便宜。哎呀，这两个小朋友真厉害。先秀二妹，她不耐无力。收到了奶奶的热情招待。这还三轮锅嘛，回家。看奶奶都认识。二妹，감사합니다。我们손으로여쪽손으로집어내。낫도왼쪽으로해도밥은오른쪽으로먹어저도그렇죠칼질을왼손으로하고돈세는것도왼손으로세고밥만오는쪽으로먹고글만오는쪽으로쓰면돼刚才奶奶还给글쓰는사람도왼쪽으로하더라一人给了20,000원너무다이와这个奶奶家里好好呀，还有鱼呢，你看看这么大的鲤鱼，你看这么大的鲤鱼，张师，你看看，哇，啊，看着奶奶家里和花园一样，哇，할매집에진짜좋아요，哇，松나무도있네，물앞에있는저집，비싼데，아그래啊，说门口的那个小狗很贵。哇，家里还有鱼。血统的。啊，有血统的。哇。就是人家狗跑呢，你看，把人狗给追那边去了。追着小狗跑的。你自己下。哎呀，慢点哈。那自己家，哎呀，
啥也。哎呀，哎呀，起来吧，好了。哇，这个奶奶家好好呀。别过去了，别过去了，行了，别过去了。小狗咬你哈，再抱一抱。你看那小狗见了就跑，它还往前走，过来。你是一点也不害怕，这是要。那狗把人狗都逼跑了，张瑞呀！你看，那小狗给跑了。行了，过来啊！开车，走，开车！哇，这个奶奶家里还有孔雀，这是一个庭院。我们从奶奶的家里出来了，哎呀，那个奶奶真是，两个奶奶特别好，给悠悠安安一人20000块钱。哎呀，下次我们得来，得给他们带点什么东西。走啊。啊，这是什么呀？走。给安悠悠找吃的。哎呀，这个热情啊，村里的这边人都认识，一说是菊溪的孙子都认识，都热情的招待。刚才又被一个人邀请到家里去了，然后我没拍视频，主要在人家家里不好意思。走啊，一说是菊溪的双胞胎孙子，哎呀，你知道这个村里的人那高兴啊。你说我们从外地来的，然后从那个我们是在渭上来的嘛，然后说，哎呀，是菊溪的孙子吧？然后说，刚才那两个奶奶说，哎呀，你都不知道，这俩孩子的这个爷爷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漂亮啊，哎呀，说是我们这里最漂亮的一个姑爷了。我不说，我不来，我都不知道，说爷爷是他们这边最漂亮的一个姑爷了。走啊，你别坐这儿，走。哎呀，没想到你爷爷是村草啊。哎呀，说这俩小孩长得真漂亮啊，太可爱了，说。哎呀，就是舍不得呀，走的时候就舍不得呀，把人家狗给人追胡同里去了。